脊背伸展站直，双腿分开，身体前倾，将双手放在地面上，降低臀部成蹲姿，双手经大腿外侧在腰后相扣，伸直膝盖，将两腿稍稍分开，头部位于两腿中间，保持正常呼吸，慢慢地回到初始姿势。为防止肌肉拉伤和韧带撕裂，身体充分活动足够灵活之前，请勿练习此体式。